来看到这個屯垣北堤的国民运动中心，这個污球管填崩落来，鉴定出来认定讲是通报的这個水造用造这强度做了无够是主要原因。啊，不过国民党今仔是批评这标案，屯垣市政府应该负起上大责任。屯垣北堤国民运动中心污球管填崩崩落，引起大家讨论，甚至登上 CNN 新闻，和外国人表示纵观伫屯垣，市长陈文灿二十二议会批准证实，经过建筑师、土木技师甲结构技师三大技师工会鉴定，确定填崩结构强度不足是崩落来原因。负责统包的瑞筑营造，哦，它的天花板的悬吊工程哦，啊，固定的作业那么有瑕疵。那因此造成拉力不足，那瑞筑营造必须负起责任。李文灿表示，已经按照契约要求水造用造赔偿，搁负起后续相关责任。两摆前往北堤运动中心会勘的民众党屯垣市长参选人赖向林指出，那是北堤屯垣运动中心游泳池设计不良，500多天啊，也未完成整修。羽球场馆有一些我们去看，是之前的这个县长任内盖的，也都没有事。那为什么到你任内呢？这个一下游泳池哈，一下这个体育场的这个天花板都会出事情。国民党批评九二一大地动，汤圆建筑物拢无倒，一个准度三级地动，煞乎污球管的天棚全面落落来，也压出工程标案，一座厂商投标用上有利标，十一位评审委员内，大概六成有七位是市府代表，只有四位外聘委员。这个案子，不管是从它的项目、从它的标准、跟它决标的方式，全部都是由桃园市政府一手主导，逃避不及而造成伤亡的话，这个后果是谁来负责？不是郑文灿一个道歉就能够了事的。国民党指出，天崩落来只是一小部分，北堤屯垣运动中心游泳池也有积水，开八亿起的杨梅区公所新建大楼，拄到强降雨竟然会漂浮，呼吁屯垣市政府针对重大工程彻底总体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